政府思考時需要更加謹慎，必須證明並無他法情況下才可以用。但政府假
公司分流漸漸成效，以自然醫保為例，推出一年之後成效立竿見影。醫管局對比2020年同2019年嘅專科輪候時間，發現75%專科嘅輪候時間大減，因此對比2年嘅醫護流失，發現減少咗20%嘅專科醫生流失。可見港府已經有方法應對，要諗嘅係長遠點樣將利處最大化。最後想問有關強制標準係咩咧？多謝各位。我自由翻嘅邏輯，律政司檢控官過去4年流失率高達5%，係咪
其實我方同友方都認同依家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問題非常嚴重。不過友方都話公營人手不足，但係友方冇方案去解決個問題，友方嘅態度根本就係不負責任。所以友方一係提供一個實質嘅方案，而唔係為反而反，為咗任由公營醫院系統問題繼續惡化。想問友方在現代係乜都唔做，就係最好。再講現時公營醫院的流失問題非常嚴重，正如醫務局局長盧寵茂表示，至今九成的醫生退休年齡前已經離開了公營醫院，證明現時醫護人手流失的問題已經去到臨界點，根本不可以繼續再等。今日港府要做的工作就是及時止血，盡快舒緩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如果今日開始不強制醫護專科畢業後留在公營醫院，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更快解決呢？去到比賽的中段，不難發現友方兩大錯誤。第一，今日友方質疑我方方案執行不到，是不是執行不到？例如方案不清。首先多謝友方在本質上已經承認了本地醫療專科畢業後留低公營公立醫院的建議是合理的。現在我方和友方的分歧就是得翻細節怎樣去做。我想問友方，究竟醫管局有什麼根本性的困難？可以留得住醫生，但又沒辦法幫助他們，又或者傳授經驗給其他醫生呢？今天有方法搶制手中我們的本地醫護被迫留在公立醫院，所以就不應該做。剛才今天我方提出的方案並不是要公立醫院一生一世留在這裡，我們只是要求他們留在三年，而三年是承擔他們之前的三年的使用了醫管局的資源的責任，根本就是合情合理。我想問有方為何承擔自己的責任和回饋社會，反而就是被迫留下呢？在座各位眾所周知，公立醫院看醫生要等很長的時間，急症室輪候時間要等7至8小時，專科情況就更加嚴重。根據最新數據，九龍西眼科專科醫生要排224個星期，即超過4年才可以看到醫生，可見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問題一直都沒有被正視。所以今日港府強制醫護專科畢業後留在公營醫院，正正就是改善問題的第一步。加上其實今日我方提出的方案對醫護同樣有好處，通過去醫管局沒有計劃幫助醫護進修，到現在可以幫助他們重新編排，抽出更多時間給他們進修，不單止可以提升醫護的水平，還可以增加更多的工作經驗，提升整個醫療質素。就想問友方，為何過去沒有計劃變到現在有計劃，但是沒有辦法解決到這個公營醫院的壓力問題呢？多謝各位。所以有方就跟我們說，我們走了強制之後同樣都可以給不同的福利，講到
強制，而唔係建基於進修咧？所以講到唔同嘅福利等等，呢啲全部都可以做，但唯獨是強制唔可以。不如你解釋翻清楚呢個點解係最後手段先。而去到第三條問題，就要問強制年期係咪真係有用？咁有方面一個基本數字，實質上會留到幾多人，輪候時間快咗幾多咧？通通都冇，因為有方都知道現況下其實佢哋唔會走。就算有方當你真係留到少部分啱啱畢業就走嘅專科醫護，但現況下咧，缺嘅仍然係資深醫護。等於現時手術室裡面缺緊嘅係主刀，有方就不停加啲副刀入嚟，又點樣可以減輕到資深醫護嘅工作量，分攤到佢哋嘅工作量，同埋令到佢哋留低咧？就好似公園入面嘅專科護士為例，喺有方嘅方案下，暫眼好似真係有新人填補咗流失嘅空缺，但前線醫護反映空缺數字就算填補咗，都唔等於填補到經驗，維持唔到質素咧，同樣係冇用。例如喺深切治療部，資歷淺嘅護士根本就冇能力去獨立處理使用多重維生儀器嘅危重病人，通常都要資深護士睇住，睇唔切就好大件事。所以你今日加啲新人落去，係咪變相增加咗佢哋嘅工作壓力咧？多謝各位。有方法有兩個，一有方法可以增加到人手，但一副已經同你講過
外科病床就試過有專科護士只係拎咗專科牌五年，唔夠人就要逼住做病房嘅主管，但因為經驗不足，連病人有中風嘅症狀都唔知道。結論一嚟你減輕唔到資深醫護嘅工作量，二嚟你反彈用失去你全部工作嘅崗位，只會更加危險。咁有科係咪為咗填夠條數，質素都唔需要你呢？二有科話因為有公共嘅資源投放俾醫護讀書，不過更加應該留喺公營醫院。但有科偷換概念，納稅人俾錢只係希望學生回饋社會，唔等於要喺公營機構服務。同埋回饋社會可以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喺私營醫院度照顧病人，可以留喺醫學院做臨床嘅研究。公院只係有咁多種嘅回饋方法，嘅方法中選一項。所以按照有科嘅邏輯，都係咪所有納稅人俾過錢，政府有資助嘅學位，每個畢業生出嚟係咪都一定要喺公營機構服務先得咧？所以成效講唔通，第一個門檻失敗。其次，有方嘅論證強制係最後嘅手段。有方就話可以多管齊下，但強制嘅年期會影響到醫護嘅執業自由。法庭講咗要證明係別無他法。有方係咪認為法庭嘅標準係錯呢？而且有方你嘅理據係建基於一個方案，係一齊做先有用。但不過辯題中你要論證嘅就係你而家呢一個嘅政策係有咩用？咁有方自己都知唔得，首先諗其他方法出嚟戴頭盔。相反，困難方法有好多，轉變個破自願醫護嘅例子，同有方講醫管局嘅數字，反映出輪候時間相對比起未剔穿前嘅減少，有方完全冇回應過。唔單止係醫保，政府更加同時承諾會大加力度做好公私營嘅分流。例如政府上年擴展公私營嘅協作計劃，轉介病情較穩定嘅病人去私營醫院覆診，協助慢性病病人入住私營醫院檢查。醫療費用，以至分流咗1600名嘅病人去私營醫院做手術。同根底着手，同時政府亦推出延長退休年齡計劃，提供薪酬嘅待遇，改善整體嘅工作環境。所以有85%嘅退休醫生同埋60%嘅護士都肯留低。所以挽留人手嘅方法有好多，強制年齡並非係最後嘅手段。多謝各位。第二次面試時間係2:50。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爭開各有三分鐘時間發言，各後方發言時間用完。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各方可以自由發出一位或者多位辯論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嘅同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同你發言，可以即場提出。屬實嘅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會被每位辯員扣除評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沒有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大家好，有方話做過。所以我方係啊，方位好聽，90%可以留到。咁我
支持強制提升醫護質素，唔係可以。有方知唔知啲資深醫護做啲乜嘢？資深醫護做手術咧，都唔緊要。有方咧對資深醫護嘅瞭解其實好片面，唔緊要。有方同你講，現況底下咧，資歷淺嘅護士原來冇辦法獨立處理一啲危重病人，要啲資歷深嘅護士咧去看管住佢哋喎。即係咧，你加多啲心血入嚟啦，要啲護士咧，資深護士本身好辛苦咧，再睇得佢幾時重，你減輕咗佢嘅工作量喺邊度？咁工作環境好，人多咗，質素好咗，工作壓力唔緊。理論證到你人數多咗喺邊？再同你啱問多你一次，你依家加多啲新血入嚟，要啲資深護士睇多佢幾次廠，工作壓力減輕咗喺邊度？唉，我同個女搭咗次啦，因為有人入嚟強制咗，質素好，人手多咗，所以咪可以減輕壓力咯。按有方邏輯，你係咪覺得嗰啲資歷淺嘅醫護可以立亂咁去睇啲危重病人？嗰啲危重病人咧，佢甚至察覺到佢有中風嘅徵兆，你覺得係咪冇問題？咁所以咪要提升人啱啱入嚟嘅人質素咯。係，所以每個人都係要儲經驗，呢樣嘢有方自己都唔反對。所以現況下的而且確咧，就因為佢資歷淺，所以累嗰個病人。問翻你啦，你咁在乎嗰啲醫療質素，佢中風都察覺唔到喎，醫療質素係上升咗定下降咗？咁好啦，有方同學面對住。專科醫護資歷深嘅人流失咗，有乜方案又點解咧？所以係有同你講話，啲新血係保唔到資深醫護嘅工作，佢連中風先兆都唔知啊！所以有同你講話咧，你成效已經解釋唔到啦，再嚟問你成效，咪再嚟問你方案啦。點解你個方案係最尾嘅方案咧？好啦，有方同學再問一次，點樣解決？點有乜方案？點樣解決現時資深專科醫生流失問題？而家2020走咗走少咗20%嘅醫護，點解唔係？但係有方同學，其實我哋提升做真係可以幫助公立醫院咯。咁但係有方不停咁講，醫護流失，然後專科普通生血解決唔到，幫助唔到呢、這個之前嗰啲專科醫生，咁其實都會冇問題。係，所以我方底下嘅方案咧，有方嘅成效咧，有方已經承認咗啦。相反，你嘅成效咧，一個數字暫時都未聽到，唔緊要。所以現況底下，問多你一次，點解係最後手段啊？咁你熟悉，咁你更加要讀嗰個課程。係，所以你嘅實習係咪就係讀嗰個課程而嚟搶得？咁所以有方想揾到個方，有方嘅方案點樣可以挽救到件事啊？同你講咗好多次啦，二零少咗走少咗20%嘅醫護，問多你最後一次，呢個係咪實習啊？係，不過有方同學，其實你哋話20%，其實我哋強制可以減少。可以增加佢哋嘅人手，咁其實未比有方流失多啲嘅咁多。所以現況底下咧，你已經論證到佢係最後成效喺法庭嘅公序嚟講咧，對我係要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正確，加上完時間43秒，可以自由發出片語發言。咁所以有方話咗咁多次咧，原來都係解決其實嗰個值數據2020，咁但係現時有方講過，長遠效果都係冇講過，所以有方話有方方案係已經係唔可行嘅。
嘅時間結束，私有法官主辯論結束，你有四分鐘時間。可以。
然有方唔了解一班專科醫生真正需要嘅嘢，以為只要有錢俾佢哋就會主動留低，但現實當然唔係有方學咁簡單。事實上，有能力成為醫生嘅佢哋，往往都希望自己做到最好，兼顧好學業嘅同時，為病人提供最好嘅服務。但事實總係事與願違，有唔少醫生因為龐大嘅工作量導致身心健康出現問題，所以佢哋最需要嘅其實唔係錢，而係休息嘅時間。當醫生真係可以得到足夠嘅休息，減輕到壓力，同時可以舒緩到人才流失嘅問題，多咗人手，長遠嚟講先可以真正減低公營醫院嘅工作量，做到一舉多得。點解呢個方法喺有方眼中反而係唔可行呢？第二，點解一定要用強制嘅形式？有方成場都講得好好聽，佢哋要同人手不足嘅問題係要解決，但又嫌用強制嘅形式太強硬，只要用現行方法就得。奇怪嘅係，專科醫生流失率不斷反升，顯然有方同我嘅方案根本唔可行。當然，我方明白強制性做一樣事，好多時都係最後手段，但現實係現行，但事實係現行嘅方法根本冇用，我哋先會想提出新嘅方法去解決，而唔係好似有方咁覺得保持原有做法問題自然就會迎刃而解，啲醫生就唔會走。更重要嘅係，一個社會嘅運作唔單止淨係顧及一個持份者咁簡單，更要顧及整個社會嘅運作。喺政府角度，佢投放咗咁多資源去支援醫生，但佢哋居然喺讀完書之後就話要離開公立醫院。但係作為醫生，除咗有自己嘅選擇之外，係咪都有翻應有嘅社會責任呢？由當初讀普通科到而家讀埋專科，政府俾我哋嘅支援係咪都應該以另一種形式回饋翻俾社會？先代入一個普通家庭做例子，當屋企有困難嘅時候，作為父母叫子女翻嚟，多數都係天經地義。點解而家作為父母嘅政府要佢養大嘅仔女留低幫手，喺有方同學眼中反而係十惡不赦？但如果唔主動打破呢個惡性循環，過多幾年後公營真係出現爆煲，到時真係想救都救唔翻，而家唔改變仲要等到幾時呢？第三，現時嘅公私人醫療到底出現咗咩問題？隨住社會嘅急速改變，我哋都需要加快步伐先可以對付到未來嘅困難。現時香港整個公私人醫療失衡嘅情況一直未得到改善，而要成功做到醫療改革，就必須以人為本，以基層醫療為主，所以我哋必須要加多啲人手先可以由根本上解決問題。喺有方同學眼中，強制呢個做法可能過於強硬，但長遠嚟睇，呢個先係真正開始醫療改革嘅第一步，增加翻人手，由根本上去平衡翻公私人醫療分配不合嘅問題。點解由根本上解決問題喺有方眼中係件錯誤嘅事呢？在座各位，要去改變一個社會嘅運作並唔容易，但我哋並唔可以因為前方嘅關卡太難攻破而選擇放棄，唯有迎難而上，呢個先係我哋最應該保持嘅態度。多謝各位。
只不過有個同學你一成你反對唔到，你最多只係話其他九成，其他咩六年啊，其他點算啊？冇可能係一個方案解決香港整體醫療系統嘅問題，明唔明啊？咁我覺得如果你能夠鎖得住，所以話一成呢個評價，佢係根本地唔能夠反對咧，咁至少係確立到你嘅利處，確立到你嘅成效，咁你贏得分咯。咁我諗呢個就係即係要留意，就係啲拗成效嘅話一定係咁啊。即係反方唔能夠絕對反對，唯一嘅策略就係幹擾啦、淡化啦，不斷要求你解決好多問題啦。咁但係正方你鎖得住嘅就係一啲確實嘅成效，我做到就係、是、論證到你嘅成效，明啊？咁我呢個係個主戰場上嘅分別啦。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多少分即係細啲嘅市場，就係拗咗方案啦，係啊。咁前場拗多啲嘅，係啊。咁嗰個俾嘅意見就係其實雙方咧對於自己嘅方案咧都準備不足，即係正方就方案啦，反方就反方案啦。正方嘅方案咧，其實我諗即係喺頭先公辯啊，尤其是第二輪公辯好明顯啊，即係不斷係咁同你質疑一啲好細節嘅嘢啦。三年啦，而家讀緊啲點算啦？咪分咗去上差船啦？而家啲人去中國去學啦，即係有好多好多細節上面嘅考慮，係啊。咁我明白正方嘅策略就係、是、啊，我想同佢唔糾纏啲細節，因為糾纏啲細節可能會輸。但如果人哋有公辯呢個環節嘅時候咧，你講你點都要對啲細節係有多啲思考，起碼都要諗定嘅係三年佢真係 work 啊，係咪？又或者你哋自己本身嗰啲強制之下，即係嗰個人手係咪可以咩中途移民啊？即係呢啲問題你點都要諗定個答法。如果唔係人哋問你幾好多次你都唔答咧，咁我覺得你係有某程度上放棄咗呢個戰場。嗱，但係都調翻轉頭，其實反方佢個打法都冇乜點回應過，佢話咩自願醫保好有成效咁樣，咁自願醫保好有成效，不過輪候時間都好長啦，而家正式講，佢話減咗輪候時間，嗰個咪就解決咗問題。即係如果咧，我譬如有個病咧，輪候三年咧，知道我而家減到兩年啦，佢輪候嗰時間，咁係咪已經解決到個問題？對你嘅醫保嗰啲，即係醫保係另一條嘅辯題啊，其實有非常多嘢可以質疑啊，包括係咪吸引啦，冇人買啊，同埋啲產品嘅保障係咪足夠啦，咁樣其實。即係個意係完全係即係拋個名出嚟，但係就俾佢拋實咗。咁我明白呢個經驗嘅問題啦，或者你準備上嘅問題。但係其實反方都同樣地係即係好有道理係可以爭辯嘅啦。咁啊到最後一啲即係分別一啲好少嘅 comment 啦分別。咁我覺得第一樣 comment 就係我覺得即係辯員嚟講咧，雙方嘅主辯咧喺場比賽參與到嘅都明顯不足。咁我明白主辯咧嗰時候都係可能經驗比較深啦，又或者你即係可能準備過程入邊你唔係好負面有咁多慘。咁但係當你有公辯環節，當你自由辯論每個人都要發言嘅時候咧，我諗主辯點都有個底嘅。最簡單就係啲最基本嘅資料你要讀好出嚟。咁啊反方主辯都有感覺就係問你一啲好基本資料，你瞓到即係幾十秒前先讀完，但係到公辯一問你嘅，你就已經唔記得個資料數字係咩啦。咁呢啲就係係咯，即係臨瞓啊、搭車嚟啊、食緊早餐啊，即係背緊啲資料都有容易。咁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咁正方一樣嘅。咁另外就係對於正方嘅 comment 係去到後場就開始係咁標緊啲口號式上面嘅嘢啦，即係話咁啊質素保證，係啦。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有冇一啲內容性嘅推進咧？我多啲嘅前場未講得清楚嘅嘢可以再講咧。咁呢個係策略上面嘅運用咯，係啊。咁啊到最後就係即係結辯啦，係好快講講就係、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打副辯啦，亦都係即係對結辯嘅認識唔係好多啦。但係今日聽落嘅感覺咧，我覺得雙方嘅結辯咧有啲嘢講法咧係有少少危險。例如反方作結先嘅時候咧，其實用咗好長好長時間講咧，今日係話要改善整個醫護嘅環境啦，今日係唔應該強制佢哋啦，應該令佢哋個真即係工作環境好少少啦等等啦。但係個問題係，其實你有啲中間嘅方案條線入邊，你係冇提過。即係開始不斷話，因為醫保咧係問題零單表揚嚟啦，解決曬啲問題啦。但係一結辯嘅時候，突然又開始波話係要即係提升翻啲醫護嘅工作水平嘅環境咧，咁我感覺係因為佢有一輪係論點嘅連貫性嘅呢啲咯。咁我就覺得好唔 consistent 呢樣嘢。除非你主辯已經滲定呢個意識，係啊。如果唔係結辯突然間話今日咧，突然間諗曬醫保啲嘢，就直接變成係話今日我哋要即係變成係要保障呢一個佢嘅工作環境，咁有少少。正方結辯就係咧話家庭咧要個仔翻嚟幫曬天經地義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完全嘅錯事，唔係一樣永遠都啱嘅。呢個太過權威式家長嘅講法，即係可能再上一輩，即係依份我爸我媽都未必會咁樣講。即係呢個講法小心啲嘅就係佢唔係一樣一定啱嘅嘢，但係講得太過理所當然，咁你要小心呢樣嘢，即係會有一個危險喺入邊。
啊，講翻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個分子咧，因為佢哋一難難咁樣比啦，即係比一個上等啦，即係比較近嗰個咁，佢哋乘五啊乘三啦，咁所以冇即係有啲變位啦，或者某啲分子咧個分差係比較大嘅分子。咁唔係因為你個表現真係差天共地好遠咁樣，係因為譬如一變比九，一變比八，咁已經成咗，即係已經係爭咗個分數。咁所以大家就冇俾嗰個分差壓親，尤其是某啲分子。
我首先係我先講咗無人嘅部分啦，即係食飯主食。我的確係覺得咧係直播上面嗰、那個主食上面比較薄弱少少，因為好多人有一種共識，即係公立醫院唔夠人啦，但係你哋工資唔夠人食啦，對方咧講嗰啲而家有好多改善嘅方案，但係咧就係、是、其實大家真係住喺香港，我就知道公立醫院佢就算有咁多嘅改善方案啦，佢都唔係好似對方叫做講咁樣。係因為之前移咗好多人走之後，先至出現㗎啦。其實公立醫院其實已經好耐嘅，所以其實喺呢個上面啦，本身都好有問題。佢嗰啲方案如果係有效的話，點解佢會都仲係咁多空，有咁多嘅唔夠人情況咧？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嘅判斷嘅。咁亦都好認同啱前面兩個評論所講啦，專科其實你個 S 值好高。即係佢有少少就似啦，你我即係一個黑板嘅校長，你一個人就可以開一間學校，即係可以搞到好多嘅嘢，你可以好專業嘅科醫生啦。所以其實你一成日可以問係多數啊病房，因為法例好部門嘅權威咁樣，咁你可以帶到好多新人，可以選擇好多職。咁所以其實一成係咪好漲咧？又唔會話佢唔漲嘅，但係就係、是、因為之前啊，就算我自己可能。前有打過都喺醫療團體啦，嗰陣時評論都有幾個意見咧，就係會話你哋所有嘅方案啦，同埋你嗰個做咗成效咧，係要相符，即係你哋好主動講到好缺人手啦，你最後結論就係講好少少咁樣，咁你就唔好煲咁大，你要真係好針對性嘅，都係想點咧？你喺個成個醫療體系當中，你係想令啲人嘅工作輕鬆咗，你想佢哋可以教學相長，你佢哋可以互相傳授經驗。定是他們在留言在那個公立醫院之後可以令到他們真的講到這樣，哎，整個醫院突然解決了這一種呢？如果你做不到論證不到最高的那種，就是解決所有醫院問題，那你就不要提出一種即是前面鋪陳的話，啊，我呢其實呢見到現在我有很嚴重問題，那我們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始終你們是要得分的話，就是要可以成效可以達到啦，我哋話我哋咧都會不斷追問對方成效，雙方都係方案追問對方成效咯。所以呢個就係嗰個政策上，我覺得係有比較，即係主線上最大嘅問題就係個位置定會太高嘅。如果你同我講係可以加快，即係例如啱啱講咩眼科都唔夠時間，而原來多咗個眼科專科醫生，咁可以睇多幾個病人，可以快幾耐。咁如果你哋真係可以揾到相關資料，咁就已經係。我覺得應該係要論證到係應該做咯。如果你真係講到係一種社會責任啦，跟住另一個嚟講，我對條題就係講翻牙科嘅醫療嘅，我有個疑問題，因為你係咁講咧，留嗰個三年嗰樣嘢啦，係好違反嗰個政府指引咧，佢又突然間諗，其實嗰陣時你醫科第一下畢業時咧都要係全用一份嘅，咁係咪個限制個？定係嗰啲我喺你讀緊書嘅時候，我要你出嚟做實習，咁我呢一啲位置係咪又係你限制嘅？即係我一聽到咩職業自由啊呢啲 term 嘅時候，咁樣聽到平時就喺度問我而家俾我逼你喺度三年唔得啦，咁我點樣可以逼我一個醫生喺香港又要做工作要幾多年？跟住畢業仲啱啱畢業又要做幾多年？咁到底嗰種係點咧？即係對於你個處理上面，係咪真係你哋講到係逼咗你冇呢個資質？咁當然啦，對方係喺嗰個公義之前就話係因為人手唔夠，所以係留喺度啦。咁但係可能回應上面係你哋都做到咁樣就回應上有嘅。但我覺得係要諗下咯，即係咪真係留田影響資質自由？咁我之前嗰啲你留翻啲咩叫實習或者係服務嗰啲，我見嗰啲人係好大嘅咧，搞清楚啦，係啦。咁跟住就係啦，同埋講翻整科，我都係會好可惜，就係你主編咧就好大篇幅咧，會影響講嗰啲讀書啊、大型討會啊。其實會唔會其實一種留佢哋喺度專科做嘢嗰種嘅模式，就有少少似你啱啱讀完醫生出嚟畢業，啱啱要留公立醫院讀。其實喺個學習過程咧，留三年其實你留咗讀書咧，即係我俾機會同埋你講咗喺公立延長嗰啲讀書啊，其實幾貴嘅，因為其實專科幾貴嘅。咁如果可以過落喺嗰度，其實都強制留喺度，當係一種書嘅考慮咁樣。
感官上真係會唔會睇清佢嘅水平咧？又唔清楚啦。咁但係我就係覺得係會唔會好多方法，特別係你嘅主人講咁多，點幫佢包裝你啲讀書啊、讀會嘅時候，你啲後場又唔用嘅時候，就會好浪費呢一個嘅，即係嗰個時間咯。即係坦白講，你大家上台講得出嚟嘅，一定係要喺比賽入面用噶啦。但係你花咁多篇幅講你嘅方法，結果你一部分唔用啦，跟住其他數字上面又俾人哋逐啲嗰陣打下佢啦。咁就係浪費咗嗰個專門嘅嗰個位置嘅嗰啲資料咯，我就會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置係即係讀書進修呢個位置，佢可能就係我覺得你主線嘅位置，特別係提你自由言啦，去到最邊個位置又講翻，畢竟都成日讀書啊嘛。咁我覺得嗰個位置話真係第一下覺得啊，終於用翻主線嘅嘢，終於有啲嘢成主線可以翻埋一齊。咁我呢個位置我係覺得佢咁遲先出答案時間。我哋做啲時間攞翻出嚟用，我覺得。啊，跟住就係、是、可能講下啲個人表現上嘅問題啦。咁我有兩樣嘢咧，就係、是、想講翻，其實係咧第一工業環節嘅時候，我有少少唔係好嗱，我中意咧就係、是、打斷對方講嘢，但係我喺呢個位置我係覺得有少少唔尊重啊。不過評分之上我都有話冇呢個評分啊，咁會反映分數，即係都係主觀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喺公義環節啦，你起碼等對方講完先，先講嘢啦。係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一個基本尊重，係啦。咁咧另一樣嘢就係嗰、那個，我覺得雙方咧嗰、那個道歉上面咧，因為我就算自己比賽啦，我都寫咗好多套語喺訓練度，即係一開始唔整嘅説話，即係方向感可能交代唔清楚啊，標準交代得唔清楚，咁。但係呢啲話呢對方知，或者話係我知啦。你想要方案要清楚，或者係你想要搞啲咩咧？咁但係你如果淨係講方案交代得唔清楚咁樣就飛落去，然之後講翻自己發覺咁樣就係啦。咁我就知道佢邊個位置就未夠清楚啦。畢竟我就都係啱啱係咪？大家都啱啱瞓醒過嚟呢個比賽，咁可能個腦都似我啲咩方案唔清楚咧，啱講有啲咩咧，我都想知其實。不過最後全場冇人係諗緊方案係邊樣。咁所以就係呢個位置啦。咁咧就係係啦，呢兩個係一個表面上問題。我覺得套語係可以寫嘅，但係套語嘅時候，你最好準備埋啦。咁你起碼即係你寫一個表格咁樣。咁就係你對翻你加我寫呢幾樣嘢，你先至可以開始同下一步論證。如果唔係，我哋會幫佢攞一個結論，即係你喺負面嘅位置啦，即係一負或者二負，你要幫手喺你團隊入面，你要落一個結論，即係佢交代呢樣嘢會影響到啲咩，佢交代唔清楚呢樣嘢。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後場嘅主辯運反轉嘅訓練。如果你想追啲細節，咁你要一副咧同大家出呢一度缺失度有啲問題。咁跟住其他嘅評語咧，都我覺得係以前兩位評語都講得好好啦，咁我就係咁多，多謝各位。Thank you.